你们觉得你们比较期望新黑镜长怎样？没想到洛达也打那么辛苦，不是啊？这就是特别针对洛达伊，然后做球给那个怪蛋那一路西法，让你觉得路西法好屌，这样商业手法。呀，我干，差点被烫死。啊，好爽，好爽。物康宝全体攻击给他死，机械族就不抽哦。啊，那怎样？你们要抽？有奶子就抽，是不是？这么现实？物康宝，好，这样可以吧？海蝶珠给过吗？秦皇复制很强吗？不强。秦皇要搭文龙跟那个、吞并的、角色，所以基本上秦皇不是走复制人那一个玩法的。他干什么？怎么还没死啊？他们武康这样可以吗？妹子就知道官方不知道我们在看台，有人说妹子就抽。秦皇可以吞了又吞吗？他只能吞一次吧，他不能吞两次吧？有人在吞两次的吗？哦，刚才消耗六卡哦，那我的错，拍谁？哦，这个早上六康哎，哇！秦皇吞并最推荐哪个卡？我还没实测过，我怎么知道？现在那个吞并的规则也还没试出完整版呢、啊，应该说没人知道吧？只有官方自己知道到底要吞什么东西啊？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。OK， 先把其中两只打爆，吞狗狗了，吞那东西干嘛？吞狗狗了，听起来秦皇会变超机车哎、欸，我这个身体里面卡了一台机车，什么意思？好扯哦，他连机车都可以吞吗？吞狗狗了嘞，竟然喜欢六康哦，对啊。手有点残哎、欸，不知道怎么回事。秦皇建议花200钻石吗？不是啊，都还没实测，我怎么知道？你等我实测完，或者是官方有人推什么实测影片吧，不然我现在感觉还没有一个结论。这关要干嘛？哦，全开。哦、这两个都可以开吧？其实我觉得蛮奇怪的，但我又不太想讲这件事情。这你们不觉得很奇怪吗？那个一封王他无视拼图盾，然后洛达伊也无视拼图盾，那他们两个为什么就没冲突？那为什么又可以一起开？没有啦，我开玩笑的，不要把这个都禁掉，拜托。到时候说，哎、欸，说的有道理耶。那下个版本就把它改成两个不能一起开，好哎、欸。不要这样做，我只是觉得很奇怪而已。他不是同个类型，又不能一起开吗？我就觉得，好奇怪啊，这逻辑怎么怪怪的？这游戏的规则好多、哦，没有一个准则哎。什么工程师明天就修复？看这个修这么快，真的假的？认真。
别吧。洛达姨在前面已经够辛苦了，还要搞一二三四五，差点又消到六哎。台城中没有啊，什么官方应该都睡了吧？我看是现在超过十二点我才敢讲这种话题的哎。秦皇可以吞 bug 吗？吞一吞一定一堆 bug 啊。那个系统感觉就超不妙的啊，感觉就 一堆问题。自家三十块走，那谢谢你。台主没抽狗狗罗，抽特斯拉没有？哎、欸，变黑了。手转这边直接磨过去，或许可以。我想起来啦，我可以抽个大波路巧克力什么的之类的，那种东西我应该还负担得起。你们有吃过大波路巧克力吗？黑乌鸦三十块抖内，谢谢你。你不说我都注意。我是看神魔没在看直播我才讲，好不好？哦，叠珠全消哎、欸，帅哦！有吃过大波波巧克力？秦王可以吞自己吗？好问题，以逻辑来看，应该是可以啊，他吞谁都可以啊。可吞自己没有比较好啊，吞自己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？自己吃自己，嗯，听起来很有想法，但好像啊，那不然你们觉得可以吞谁？你们最期待秦皇吞谁？我大概有稍微看一下，有一些网络上面大家的想法，对，大部分都吃毒龙比较多吧，什么吞玛雅、吞尼老师啦，还敢吞玛雅，找死啊！吞那么烂的干嘛？吞的那个不是拉肚子吗？木工下三十块斗内，谢谢你。秦皇吞掉后可以长寿多少吗？哎呦，哎，那时候不是啊，有人就在说啊，什么出了什么吞并之力，啊，这是不是为巨人合作铺路？超像的，你们不觉得吗？吞并不算合体，对啊，官方其实有讲说吞并不算合体。我对于这件事情，就这句话的理解，我还是没有办法理解很透彻，所以到底差在哪边？就官方不要讲这种什么它不算合体的这种话没有办法厘清问题啊！问题你应该要直接就是用一些 QA 回答大家说，哎，吞并是怎样吞，然后有什么限制这样子，而不是说它不是合体哦。好，我知道它不是合体，那所以呢？道理我都懂啊，那所以呢？还你听完这句话，你还是会满脸问号啊？就说啊，什么意思？哎，没火珠哎，完了又出事了，干，然后一直卡我东西耶，天降哦！哦，他有天降，保险开个龙坑。就对啊，所以很有可能是新系统啊，所以我觉得他们应该要出一个 QA， 因为你知道这件事情出 QA 又特别重要，尤其是对《神魔之塔》这个游戏来说，因为到时候他们又说什么，我们实测出来的东西，他们又说，哎，这个非本一，然后过了几个版本之后又要改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觉得他们应该好新的系统要把那个东西讲清楚，到底怎样的操作是你们。就算正色的什么什么的什么不是，啊、不知道到时候他妈后面又在那边乱改，你懂吗？所以我觉得我比较期望看到官方他们可以出一个官方版本
官方版本的那个吞并 QA， 嗯，那样比较好。没有抽狗狗裸啦，没有要抽狗狗裸，被公规拜。好，开这个，加这个。哎、欸，这边小武康就过了。根据刚才的经验是这样子，直接手转。不是，我很讶异，那狗狗裸的梗居然就是可以那么久哎、欸。我今天讲了一天，我就觉得，干这梗是不是已经老了吗？你们为什么可以吵那么久？到底什么意思？我不是很懂。秦王吞自己，感觉攻击很高，有可能哦，因为秦王有可能前解后，他自身的那个卡片，那攻击力有可能是最高的。而且秦皇他前解之后应该是变八星以上吧，就可以搭九风王，让他那个攻击力更高。我感觉是不是有这个操作？这边我们该怎么开的？好像也没有特别开东西耶。啊，开莎娜我记得。一二三四五，哎干，差点笑到六。哎，要过了吧？干，这个再死掉真的，干真的会看不起自己哦。角色猪在那，新猪全校无视拼图，角色猪也拉到了，五 combo 也达到了，干，这要过了吧？这没过，我跟你讲，我直接聊天室抽一台狗狗裸啦。如果这过的话，观众送我一台狗狗裸啦。练财台，过了吧？哇！观众该送我一台狗狗罗了吧？没有啦，开玩笑的。啊，总算呢，完美剧本呢，各位，轻轻松松。